没有什么能够触动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声音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眼神感到彷徨，当低头的瞬间，在那只脚下的路，心中的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随着一声低吼，我们的课程来到了33集。这节课我要教你弹许巍的《蓝莲花》。这首歌原调是降一调的，如果你要唱原调的话，可以变调加到一品就可以唱原调。我们本节课演示是不用变调加的低调。先来看第一句，没有什么能够阻两小节低和弦，食指按住3弦2品，无名指2弦3品，中指1弦2品，然后一个爬音。没有什么能够阻，这一句就结束了。下一句挡7和弦，无名指6弦3品，中指5弦2品，小指1弦3品，扫弦节奏是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第一个下我们摆了4下手，下，第二个下下上，实际上是下空下上，空的时候把手往上摆，下空下上。第三拍下上下，实际上是下上下空，我们扫完下上下之后，最后一个空把手摆回原处，下上下空。最后一拍下下上，跟第二拍一样，下下上，连起来，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就是手一直是处于上下摆动的状态，我们只是决定上扫或下扫哪一个要接触到琴弦，哪一个不接触。下空空空，下空下上下上，下空下空下上。这个节奏型已经在多次课当中提到，如果你还不会这个扫弦节奏型，需要单独练习右手扫弦节奏。直到把它练熟为止，你至少要2遍以上能够连接起来。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又回到低和弦。下一小节 A 和弦， A 和弦用两种按法，你可以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来按，也可以用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来按。我采取的是用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的方式来按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太粗了，按上去很挤。中指4弦2品，无名指3弦2品，小指2弦2品。你也可以采取食指4弦2品、中指3弦2品、无名指2弦2品的方式来按，也是可以的。哇，下一句天马行空的生涯还是 A 和弦，天马行空的生涯 BM 和弦，食指横按住2品，中指2弦3品，无名指4弦4品，小指3弦4品，6弦不发声，所以6弦可以不用按到。我们2、3、4弦是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，然后食指的重心放在1弦和5弦。呀，你的心了无牵挂 A 和弦，你的心了无牵挂 G 和弦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从 G 和弦换到 EM 和弦，中指保持不动，把小指和无名指抬起来，然后无名指顺势按到4弦2品就可以了，中指还是在5弦2品的位置。穿过幽暗的岁月 A 和弦，月
也曾感到彷徨，夜幕弦。也曾感到彷徨 ，A 和弦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还是 A 和弦。当你低头的瞬间 ，BM 和弦。才发现脚下的路 ，A 和弦。才发觉脚下的路，下小节 G 和弦。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，D 和弦。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，G 和弦。如此的清澈高远 ，G 和弦。如此的清澈高远。下一小节 D 和弦。盛开着永不凋零 ，D 和弦。盛开着永不凋零。G 和弦。蓝莲花 ，D 和弦。花。最后回到一个 A 和弦，一个爬音。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首歌，这首歌有几个地方要注意。首先是 A 和弦，这个和弦需要用三个手指来按，需要多加练习。然后就是 A 和弦和 BM 和弦的转换，大家左手一定要来回切换练习。 A 和弦在空中形成 BM 和弦的手型，很像，来回切换练习。再就是这首歌的扫弦节奏，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不会，要一直练习右手。其实右手节奏不难，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就是 A 和弦切换到 BM 和弦，一定要好好练习。以上就是这节课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喜欢许巍的其他歌曲，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出的视频，希望你点赞、收藏、评论与转发，关注我，我会带来更多帮助你学习吉他的内容。我需要你的支持，我是凡凡老师，我们下一期再会。